狗狗之间的友谊。在小西心中，有位他特别喜欢的朋友，就是饭桶。饭桶是饭桶吗？每次见面都特别开心。好久没见了。不管多热，都想坐在对方身边，爱在一起休息，偶尔吃吃朋友的醋。干嘛呀？想要我们也摸摸小西。饭桶最乖了，我的饭桶最乖了。在路上偶遇饭桶，就会特别兴奋。没事，还可以玩一下，没事。最近忙着搬家了，知道吗？告诉小西很快就能看到饭桶。这几天出来溜达，小西就一直在等，怎么叫都没反应，只要一听到朋友的名字饭桶啊，小西就会马上转头看看是不是饭桶来了。等忙完这几天，就让小西和饭桶约上，期待他们再次相见。